最重要的日子。再有4个小时，双十一就开抢了。你俩选好东西没？我去年双十一抢的洗衣液到现在都还没用完，所以我今年打算再抢台洗衣机。我去年买的零食也没吃完，打算今年少买2箱。哎，你家的地毯挺别致啊，链接发我，快。这是我去年3折买的降落伞，后来改的，你喜欢拿走。行啊，拿回去改条裙子穿，真是挺实用啊。哟，当之无愧的购物女王啊。3招做到了，你们也能像我一样登上双十一的顶点。第1招，积极备战。我提前3天就跟单位请了假，全身心开始备战。宝宝，我先去上班了，你赶紧起来，要迟到了。你先去吧，我最近休假。为了能在双十一的当晚保持充足的精神，从3天前开始，我就将自己的生物钟调成了美国西部时间。为了能有效整合双十一当天所有的优惠政策，以便以最优惠的价格购买心仪的商品，我还特意给自己报了一个韩寿奥数班。积分怎么用？翻天怎么算？优惠券怎么叠加？这回都不会，不会就对了。5块钱，啥都买不了，但是买了我张老师的双十一金牌大师课，学最小的数学，占最大的便宜。假设我们有一张满200减的优惠券。不行了，我再听见一个数字我就吐了。今天点的外卖特别划算，满30减15。我这有个人，你快过来。来了来了。芊芊，我尿个尿。当然各大旗舰店的提前预售我通通付了定金，宁肯错买1000，绝不错过1件。你没死吧？我没尿干净。哟，你胆儿挺大呀！你不是说大千总叨叨你乱买东西吗？对呀，志明要是在我身边，我都不敢随便打开淘宝。这就是我要教给你们的第2招，如何给男朋友打好预防针。宝宝，我好了，你慢慢打扮，不着急，我等你。快走吧。行，走。你这穿的是？我最近在长身体，以前的衣服有点紧了。这衣服是不是太紧了？没事儿。这都破的还挺好看的。好看，好看。他好像还没明白，裤子都裂了，这下他总该明白要买新的了吧？你这套路够深啊！不好使，这要是换了我家志明，还会夸我节约呢。真正的节约就是搞定秒杀，想拿下秒杀就得靠最后一招，3个字：稳、准、狠。人们在看到心仪的物品时，脑中会迅速分泌多巴胺，令人情绪激动；而秒杀的时候，则需要抑制多巴胺，让自己一直保持在能够稳定输出的状态。禅修最能训练人的定力，进而追求指哪打哪的精准。7排6排8排9排10，很好，全错。在具备了稳准之后，速度成为了最终决定秒杀成败的关键。想要突破速度的极限，那就需要提升手指的爆发力。加油，加把劲，再来一把，还有劲。指力越狠，速度越快。纹丝不动。难怪我从来都抢不到秒杀，果然机会都是留给稳准狠的人。光练这些也不顶用，只要有男人你怎么买？所以把他们都支出去了。今晚我们势在必得。想要降低失手的风险，网速至关重要。一切准备就绪，马上我就能大展拳脚了。我回来了。现在离双十一就只有15分钟了，等我买完再回来不好吗？啊，都这么晚了，你怎么还不睡啊？大千儿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我一个人睡不着。睡不着也得睡，以后不许你再熬夜了。
哎，你怎么出这么多汗呢？小心别着凉了，我去给你拿个衣服。哼、嗯、哼，看来这次我只能在他眼皮子底下买了。不管了不管了，刚刚才凑齐了所有优惠信息，我得赶紧算一下。家用便携式 SPA 按摩鞋一双77.9元，两双只要99元。螺旋纹打底棉毛裤预售价129元，商家活动买三送一，买五送二。小个子女生高腰绑带、白鸭绒羽绒服原价1399元，满999减40元，指定款羽绒背心再立减二。羽绒背心499元，把它挂闲鱼七折转卖，还能再回本349元。218元、367元、585元、1638元，减50元，减30元，减85块，5.8元的后一共是297元。什么297元？张大千，你又添什么乱？他咋把不要的旧衣服穿出来了？他是想提醒我不要乱买东西，要勤俭持家。哼，想得美！你看我，别吵。你看看我，闭嘴。小女鸽子啥？你别说话。我算出来了。马上就到时间了，这简直是白送的优惠呀、啊！我现在就去卫生间把他们都买了。你干嘛？我上厕所。我也上厕所。那你去吧，我去卧室躺躺。我也去躺会。没时间了，他跟着我到底要干嘛？我去倒口水。我陪你一块儿。他这明显是要监视我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这时候我绝对不能表现出心虚。但是马上就是2点了，张大千，别再跟着我了。好的。保佑保佑，保佑我的东西还在。我的猫裤，什么都没了。我优惠券算得再好有什么用？我现在只剩下化妆品秒杀了，这是我最后的希望，我必须拿下。吸气，吐气。让自己放空，保持绝对的平静 ，peace， 仿佛能听见银针落地的声音。果然，经过这段日子忘我的练习，我已经掌握了稳准狠的精髓。宝贝们，我来了！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。蛋，他的意思是让我买个蛋。没有了，我准备了这么久的双十一就这么结束了。本集为宽带开得快秒杀一麻袋的中国移动轻轻点赞。